我很省，我跟你说，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省到就是冬天也不开暖气，然后穿好几层的衣服，然后再披一个被单，然后够脚下踩着暖水袋，然后一直不停的去替换热水，因为很快就凉了，因为零度嘛。觉得你干嘛这么困难啊？就是想你家里不是很富裕的吗？没有啊，夏天的时候就会不开冷气，然后去图书馆待一整天，然后手机啊、手提电脑全部都到那里 charge， 就是省了下电。谁教你的这些？姐姐。出去外面吃饭聚餐吗？很贵，很贵。对，但是又不能不去。对，你一定要交朋友。你读书很累，一整个礼拜，你知道吗？很想要出去放松一下，但是我又没有那个钱，怎么办？我们先在家里吃饱，吃饱了我们再出去，然后就点一些小样的来吃。